好，歌手梁静茹居然被爆料，在这个上个月24号平安夜的时候，一个晚会上被爆料大迟到，居然连马总统都得等他半个小时。台上又被他强抱，不过是抱住的抱啊，台下又被合照，所以维安人员当时看了脸上三条线。连胜文遭到枪击事件之后，政治人物的维安拉高警戒，没想到梁静茹居然这么有这么多的一个状况，而且在台上大胆问说：“我能够抱总统吗？”等他拥抱完，另一位嘉宾潘玮柏马上从马总统后面突袭熊抱，主持人黄小柔干脆拿出手机要求与马总统脸贴脸自拍。活动结束之后，梁静茹又要求与总统合照，维安人员急得跳脚。不过对于当晚的状况，经纪人表示是有时间误差，应该是双方的认知不同。